信各位观众对四年一度的奥运都非常熟悉的了，但是你又知不知道什么叫奥林匹克主义呢？今集我们就跟大家去看看 Hong Kong ASEP 筹办的奥林匹克主义体验营，等大家了解多一点。作为国际奥委会地区成员之一，港协暨奥委会一直积极提倡奥林匹克主义教育，所以他们联同香港体育学院连续第三年合办这个体验营。今年总共有36位来自12个精英项目的运动员参加。奥林匹克的教育上方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，亦都是这个整体这个奥林匹克的精结的所在。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这样的程序，是让一班运动员大家集埋在这里，应该三日两夜在这里，大家在这里互动地来到探讨这个问题，等到他们启发到他会是走着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 excellence, respect and friendship, 即是说超卓 的技能，跟住再有他这个友谊，跟住是再有尊重。在体验营里面，36位年轻的运动员分成三组进行各种的活动，包括讲座、团体游戏和分享会，每组由一位年资比较丰富的运动员作为队长。在2014年仁川亚运拿到一面风帆金牌的郑国辉就是其中一位。其实我是第一届奥林匹克主义营的学员，我第一年参加，其实我完全真的你真的惭愧，训练了15年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奥林匹克主义。咁我喺嗰次我终于明白，原来是有friendship 啦、respect 啦同埋 excellence。喺嗰个营之后，我终于明白到啊，原来运动员是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喺社会度，而我嘅影响力可以将会有机会影响到其他嘅运动员。咁我喺今年我终于真真正正见到我嘅影响力是有喺度，所以我奥林匹克的精神可以带到给一代前一代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。平时香港的运动员都忙于训练，未必知道奥林匹克主义的精髓，所以 Hong Kong ASEP 已经连续第三年举办奥林匹克主义体验营，等各位运动员了解多一点。在这个三日两夜的体验营里面，运动员学到很多和体育有关的知识，包括奥林匹克主义、面对传媒技巧、禁药知识等等。无论是年轻的运动员或者是身经百战的运动员都获益良多。其实我们滑浪风帆其实都是一个人的项目，而今次奥委会真的给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带领12个运动员参加一个 Olympic Summer Camp。 而在当中我学到就是怎样可以跟隊員溝通，我們年紀都不同，所以他們都很相信我，所以在這個比賽我覺得我很大的得著，就是我拿到很多自信心，就是在年輕的運動員是怎樣看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運動員。有一個活動是攀過一個 3.6 米高的高牆，那我就個人就有一點畏高，那我就要很相信我的隊友，他們都會去幫助我，才可以攀過這個高牆，這個是我最難忘的。除了進行團體活動之外，36位運動員還分成更快、更高、更強三組來到構思短劇，在體驗營最後一日表演。當中更快組就利用組長鄭國輝的真人真事作為題材。我們剛才的表演主要是想表達因為我們的隊長鄭國輝阿輝啦，佢係我哋隊入面嘅，我哋覺得佢係一個榜樣啦，同埋佢嘅成長路程同埋佢嘅運動員生涯咧，就好配合今次嘅奧林匹克主義，所以我哋就揀咗佢呢個題材嚟表演啦。咁我哋入咗呢個營三日，我哋排咗個話劇就兩日嘅，每一晚都排到差唔多兩三點，第二日就六點鐘就要起身。所以其實大家都好攰嘅，但係咧，我哋排嘅時候咧，都唔會有一個人會有任何嘅怨言啦。大家都好有效率合作，咁樣一齊好快咁樣就完成呢一件事咁樣，令我印象好深刻。